老板娘啊，嗯，哇，老板娘这么正，哦、可以再往后仰一点。你看我这个角度看上去风景多美丽。好香哦！今天来这边是体验什么？粤式洗头，越南著名的辣妹洗头。这老板娘啊，嗯，哇，老板娘这么正。一开始我们先选秀，选完秀之后呢，他会直接就进到房间去，依照你的项目。这边是就是纯的服务嘛？是，这边是纯的，但是你要不纯呢，个人手腕。我来访问一下这个台湾发廊的老板，心情是怎么样？没有吧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从镜子一直反射我在看香香的东西，你们刚刚讲的我都没有在。这里已经不是头发做的好不好的问题，对对 对，这里是妹子香不香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按摩就两个人一起吗？还是要分开？一起就好了，一起对啊。没有啦，我们不会做那个事情。没有这个，那是你的需求，不是我们的需求。我选那个黑头发的那一个，黑头发的蛮正的，跟这一位好。你要双飞啊？来越南呢，当然能双飞就双飞。你好，美女。你们是真的在沟通还是？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？我们在旁边发呆啊，看我们想看的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辣妹洗头的这种文化？听说是跟韩国一样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说韩国辣妹洗头演变过来的。第一次一边洗头一边有人跟你的食指交扣，舒服吗？可以再往后仰一点。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不一样，像在台湾应该就是大家来就是想要做一个很好的发型。可是来到这边，好像大家是追求一个感官啊，这个卖的就是青春无敌啊。这种店他们自己本地人也会来，他们的文化就是做很多事情都有女生陪你，你看喝咖啡也有，吃饭也有，现在连洗头都是美女陪你。这是越南在地的一个文化，就对了。其实以前东莞的话也有这样子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穿这么辣。这边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啦，是是。那你其他的话很多都是阿姨啊、姐姐之类的。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古代的王爷、皇帝被丫鬟们服侍的感觉？天哥已经完全沉醉在其中了。就是因为我脑海中一直有个画面，就是来享受的。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服务，可是那是在人生最后旅程的方面。他等一下洗头完就上去楼上按摩，然后他们会用热石帮你按。热石是属于越南的按摩，好像都会有这个。对，会语言沟通的话，其实来这边是蛮好玩的地方，因为你跟一个漂亮女生独处在一个按摩房里面，你可以讲的话就比较多了。男孩子来这边洗头的话，真的会建议穿短裤，千万不要穿长裤，因为他手会一直往上按，穿长裤的话，就他手会不好伸。你下次可以穿丁字裤来。就有一些感觉，但我回流吧。看你们在旁边一直聊天，我怎么会舒服？我的注意力都在你们身上。我很想请你们帮我沟通一下。就我的右脚，他已经按很久了，我已经快要废了，我觉得已经好像快冒火了。像现在这个时候，手就是可以揉揉他的腰，是真的，很自然就放在这个地方。对对对，他这边你要选几个都可以，选几个人都可以。对，小富再帮我选两个进来吧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要。这个。来了。这又两个不一样的感受。我这样好了。欸、我还有一只脚没有，再帮我加，再少一个，这样是五个嘞。越南华帝超哥，五只都要按到就对了，五短必有一长。你看我这个角度看上去风景多美丽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五个辣妹在洗头的，
不愧是超派的人，好开心啊！虽然脸上敷着黄瓜，黄瓜可以吃吗？还不错。想问一下超哥被姐夫盖脸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哥，我觉得那个女的在你胯下已经搞很久了。对，你哥喜欢吗？跟在天哥那边洗的有什么差别？那边是技术流啊，这边是感觉派。那个洗的其实不错哎，因为其实如果说一般洗头，有人洗漂亮，有人洗造型，有人洗舒服。那我觉得这种洗的叫心里面，其实头不会痒的，心里面会痒痒。接下来你们心会更痒。说真的，还蛮漂亮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拜拜。拜拜。刚刚体验过整个流程，我个人觉得比正规的按摩还好玩。在这边洗头，当然你可以享受这个视觉上的冲击，就是美女帮你洗头。但到楼上大通铺，有六张床，手脚都有女孩帮你按摩，边按摩边采耳，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没有，采耳结束之后，她叫你翻过来，重头戏就来了。她会帮你很认真的按，而且是蛮大力。他会先涂那个热感的按摩油，然后用力搓，身上就会热热的，然后再拿那个热石，然后帮你按摩。因为我点四个技师嘛，所以你的背也有，你的肩颈也有热石按摩，然后你的四肢手脚都有人在帮你做服务，所以其实这个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其实他们这一些都是有受过训练的。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来这边上班，他们是没有薪水的。他们是完全没有，他们就只是靠你的小费。我们平常都有在救助一些少女，公益的火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熄灭。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越南洗头店，真的还蛮特别，值得体验啊。你在别的地方，你哪有办法找那么多女孩儿帮你按摩？而且他们还算是蛮认真，也蛮敬业。你在台湾，你找四个这么漂亮的女生帮你按摩，你要花多少钱？我告诉你啦，3万人家都不帮你做了。